大人，书元器取出的元灵一样送往瑶山吗？不，全部送到昆阳去。大人，之前墨皇将军不是说元灵一律送往瑶山？若是送往昆阳，那天火炮……哼，师兄他找到了上古神器轩辕剑，用来为天火炮注入能量，绰绰有余。此战平定绿林贼党之后，师兄许诺的太平治世便不远了。 这些元灵省下来，送往昆阳战场。是。去吧。书云气，似乎正是凤林村设置的机关，看来是为了量产武器而做。不过，这儿的规模大胜许多。吉鹏大王，你说？哎，吉鹏大王。 吉鹏大王，小鬼，好机会！啊！本大王帮你把门锁上，你去解决那个婆娘，把元灵武器抢过来。
我回去叫胡二和香儿过来。蠢儿，你往返一趟就来不及了。等等，这是异地山的黑雾大妖。大王说的对，还是我来吧。 不可失，快点动手！哟，是个小伙子呢。来呀！
李军驻扎于此，肯定有什么理由。那你还不快找找？射天火炮于瑶山，我亲自坐镇。各路贼人若赴昆阳，一举歼之。园林武器被妥后。 速送瑶山折冲营，我已向朝中求援，调40万大军来此，截击贼党。近日贼人横行，师妹行事务必小心。阿兄别紧张，是我们。左右等不到你们，我们就自己过来了。你们没遇到李军吗？顺手解决了。这里怎么回事？ 好多元灵武器，这是个好机会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怎么说？李军计划把这些元灵武器送到瑶山的折冲营，估计墨皇会在那儿，带着轩辕剑为天火炮注入能量。我们伪装成护送元灵武器的李军，就能潜入折冲营。如此，便能找到墨皇，夺回轩辕剑，也能试试摧毁天火炮。 可我们都被李军通缉了，要怎么瞒过搜查？这事可以请文书帮忙。我们躲在马车里头，让绿林军的士兵伪装成李军。小鬼此计甚妙，正是本大王刚刚想说的。李军本事精锐不对，人数不多，或许没那么容易混入。不过，只要能靠近折冲营一些，就有机会。 对，能够绕过王莽的40万大军就行了。等等，40万，可以一试，毕竟眼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<笑>有阿兄和红姐姐在，我是不会怕的。本大王身经百战，自然是不会担心。既然大王不担心，那就这么办。 我们还得仰赖大王的才智，要是大王不愿，那就……啊！晓得了，本大王就来见识小鬼的计谋有没有用。再怎么说，轩辕剑还没拿回来呢，可不能放过那家伙。先离开这儿吧，湿气闷得本大王浑身不舒服，毛都塌了。你们刚刚聊了什么吗？ 你猜，香儿，你们刚刚聊的什么呀？嘿嘿。